来人了。完事儿，你自个儿的钢枪技术啊，看着没？咔咔的啊！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。来了，小嘎嘎来了，跑了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嘚瑟，怎么样，老铁们？太掏雷！咣，怎么样？跟自个俩嘚瑟？哼，跟自个俩嘚瑟啊！真是不自量力呀、啊！你真是不自量力呀、啊！连人狠话不多，哎呀，人呢？呀呀呀，猫厕所里了！哎呀！呀，哎，啊，搁这呢，啊，搁这，你躲这了，挺能藏啊，小嘎嘎，这嘎嘎啊，你说气人不啊？走，轿车在飞脚上，一个人跳上去，这一个人。哎呦我去，啊、哦，我靠！我靠！哎呦靠！一群人，一群人，看着了，山上有俩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得往这边来。完事儿。三上还剩俩，哎呀，嘿，一对一了，你说气人不，老铁们？一对一了，还是看不见，他在哪呢？这嘎嘎，这嘎嘎哦，隐藏的太深了。哎呦，嘎嘎嘎嘎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太阴了，太阴了！哎，卡了有人，看着在哪没？后面有危险！防空洞，防空洞，有个马莎追咱们，马莎追咱们，干吧，下车。完事儿，全灭！我去，我差点风雷，还没死，死光了吗？没，没有没有，飞车后面还有一个，我死了，我去，给我也撂了，刚把你拉起来了，再扑呀，往后拉人撤一撤，他把车打炸，人没了，完了完了，我操！我是猪玩酱。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